罗浩辰，光明之子，爸爸是神印骑士，神印化开。妈妈是神秘公主，魔神皇陛下要见你。骑士圣殿百年难得一遇的天才，天才榜第一。弟弟，你刷新了记录。 无意中救下的少女，竟然还是刺客圣殿的轮回圣女。你放心，我会保护的。可以啊，堪称史上最强开局。不过要做我夜华的徒弟，还是要试试你的胆量。哪怕粉身碎骨。 你叫什么名字？你要答应妈妈，努力成为一个强大的骑士，这叫平安神，能保佑你健健康康的长大。